我当时扭头，他们在练的时候，我扭头我就问，我说哇，我说原来这么难跳，因为我的感觉就是可能就是偏那种 idol 的那种跳法，结果他其实还是跳得非常的 dancer 那种。今天就是第一场，哇，完全让我眼前一亮，就他的 popping 基础很好，而且跟 popping C 的配合的那种 routine 啊，也毫无违和感。他听音乐的方式首先非常的职业。为什么要职业？就是他对音乐的切分，以及哪些音乐应该出哪样的动作，跟职业舞者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在身体质感上，跟 popping 系搭档的时候，他也完全不输 popping 系的气势跟内容，所以又来了一个特别炸的队长。所以今年街舞有的好看了。刘宪华作为在这个舞台上第一次输出新队长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我觉得一定是获得了所有舞者的认可的。就是不管是他在团队的一个策略。一个排兵布阵和他自己出来领帅跳的时候，他的实力都已经表现让大家看见了。He can do really good popping, really really nice. I was really impressed when I saw him when we was practicing. Can do like pa pa pa, was so nice. Yeah, and he's funny guy. He's really funny guy, happy. He give a lot of power, good vibe. I like his style. Yeah.